OK，倒计时两分钟，我们两分钟以后就会开始，就会开始我们今天的公开课。OK，然后如果你们现在还有身边同学还没有进场呢，赶紧让他们进来了，我们还有一分钟的时间。OK，一分钟以后我们就会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公开课。我看到了现在进场的同学有。有谁呢？看一下啊，有 Angel 高，有 Eason 陈奕迅，有 Jenny，这个名字很特别哈，李根同学，还有 iPhone 2，这个应该是没有命名的，还有 Pay 张倩倩，我预言一下，她的英文名应该叫 Coco，还有叫 Vicky，还有叫苏艺兴，还有刘大全。你跟张铁蛋是什么关系？好，没什么关系哈。Anyways，很快了，OK，现在差不多11个人，OK，到我们11点钟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 Business Computing 的公开课。OK，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不是这一门课的老师，我的名字叫做 Eric Liu。我是在来自于 To Future 未来教育的市场部。那今天的话呢，为什么会有我这张脸庞在你们的面前出现？很简单，就是说在我们正式公开课开始之前的话呢，尤其是一些之前可能不太听过我们的同学，那知道我们同学或者看过我们一些介绍的同学，应该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团体，那但是的话呢，就是说有一些不知道我们的同学，我还是觉得有必要跟你们去介绍一下我们。那 make sure 你们 understand 我们跟别的一些小的机构有什么样的一些不同。首先的话呢，我们是叫做 To Future 未来教育，就像这个 PPT 一样，我们来自于2006年，遥远的2006年，OK，所以的话，我们是墨尔本这边目前成立时间最久，而且的话业务是最全的。那我们本身的话呢，是做大学补习跟留学移民，这是我们主要的业务。那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我们也有在做语言培训、职业培训，然后中国的有海归协会，还有是留学生自媒体。这么多的业务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教育集团，在墨尔本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机构都在做各种各样这样子的业务，但是我们是墨尔本唯一一家集这些业务为一体的教育集团。OK，那我觉得用说的还不如让你们看的来得更加清晰一点，所以我准备了两个 video 给你们看一下，每一个 video 是1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不会耽误大家太久。那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大家更加清楚我们的。这个业务，还有是我们的 differentiation，OK。未来教育是一家打造澳洲后留学服务生态的教育咨询集团。未来教育专注于留学生培训和教育咨询领域，在澳大利亚与众多国际一流知名院校建立合作，拥有全澳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市场领先的服务及用户口碑，累计服务超过3万名留学生。打造中澳留学服务生态圈，在大学课程培训、语言培训、留学移民、签证咨询、生活求助、就业指导、职业规划等业务上，全方位构筑留学服务产品链，真正为留学生所想，为推动留学生快速、高度融入澳洲主流社会，搭建中澳桥梁，并成立中澳海归协会。积极协助指导海归就业与创业，未来教育让成功留学到留学成功，因为我们相信留学生改变世界。戏有点多。和教育咨询领域。OK，对啊，刚刚给大家看了一个短片的话呢，就是用1分钟的时间让大家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的话呢，我们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OK，那而且的话呢，也是证实了我们13年以来的品牌沉淀。可以有这么多的一个服务链给到大家。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2018年有哪些大事件。OK，也是1分钟的时间，不会耽误大家太久。
好嗨哟、哦、！OK， 刚刚的话用一分钟的时间，大家回顾了一下我们在2018年的一些 achievement，OK，、okay， 以及就是我们的一些成长，也离不开留学生，也就是在座的各位的支持 ，OK， 所以的话呢 ，appreciate， 然后我们会希望可以越做越好，我们相信留学生可以改变世界，然后我们希望你们可以把优秀当成一种习惯 ，OK， 那当优秀成为一种习惯，从来我们这边上课开始做起，所以接下来就是一波硬广时间。OK， 那刚刚的话呢，也跟大家去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业务。那大学补习就我们最主要的业务之一，最主营的业务之一的话呢，也是有很 reasonable、很科学、很 scientific 的一些课程设置。那这边的话呢，用一张 PPT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对于期末班的一些 setup。首先的话呢，今天大家过来听的是我们免费的公开课，就如你们在各大市场 ，OK， 在整个你们作为 customer 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是一个 free trial，OK，、okay， 而且的话呢是在你们这个 semester 中间的，针对你们的 assessment 会针对性的去讲解。那当然，作为我们奇摩班，也就是我们特色产品之一，那我们的设置是非常合理的。首先的话呢，是由线下8节课。每节课大概是16，每节课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的课时，去 overcome 你们整个 subject 的一些重点难点。那大概的话呢，是在 weeknight 左右开始开课，所以大概是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可以帮你们去 overcome 你们这一门课的 subject 的重点难点。OK， 用我们13年的经验，帮助你节省你的时间，克服考点。OK， 让你们知道考试在考什么。同时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呢，已经开放了针对 MIT 的同学开放了早鸟的 program。什么叫早鸟？就是说你们现在如果报名团购也好，单人报名也好，来我们的这 office enroll 我们的课程，就会送你可以免费看上个学期，也就是2018年 T2 to Future 的期末班的讲解视频，因为我们每一节课每一个 session 都会把这个课程的视频给录制下来，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报名，你们就可以 enjoy OK 一次购课双重享受 OK， 那你们现在早鸟的视频就可以过来我们的 office 看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照片，就是我们昨天现场刚刚拍摄下来了 OK， 那昨天的话有其他学校的公开课在我们的 office 上课，这些是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e you guys see that 然后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个学期来讲的话呢，针对 City Office 那边我们也会有一个视频屋的升级，那也是更加合理，更加提升你们的用户体验，你们在这边观看视频的体验 OK。 同时你们如果上了我们的期末班，就是说除了早鸟视频以外，我们正式开始开课，你们还可以再上一遍真人授课 OK。 如果你们有错过的课程，你们还可以来我们这边视频屋进行这个课时的补给 OK。 那 make sure 你们没有一个 session 一个 topic 是落下的。当然我们也会在学习群里面会有我们的未来教研号，专门去跟针对你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那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课程的设置 setup 里面的 OK。 那所以你们报名我们的课程就会获得这些东西，同时我们每一门课都会有自己专属的一份材料，那可以帮助你们更好的去复习，更好的去总结你们所有 subject 的知识点 OK。 那刚刚说的所有的一些 setup 一些设置还有是怎么报名各方面的话呢，我们都已经通过图文推出来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扫这个二维码，也就是我们的万部长在学习群里面刚刚给你们进行通知给你们 link 的那一位万能部长 OK， 可以跟他进行咨询。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 valuable and reasonable OK， 所以的话呢赶紧，如果你们现在想要报名，你不要拖到最后 OK， 你们现在就可以过来我们这边报名。你们现在报名的好处就是你们有早鸟视频，没错啦，对，所以的话呢超值 OK。 那你们希望说如果觉得今天的课程上的好，如果你们想要在期末班可以节省你们自己的复习时间，让大神给你们划重点，那一定要报名我们的课程 OK， 记住一定要报名。好的，今天的话呢我简单就废话说那么多，那接下来的话呢就由我们这一次公开课的老师 Jane 老师去开始我们今天整个公开课 Business Computing 的一个 session， 大家就不用欢迎了 OK。 那就直接由我们的 Jane 来 take over 我们今天的 session OK， 记得要 unmute 你自己哦。Hello， 郑老师。Hello。OK。大家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我现在先把我的那个 share screen 给关掉。好的，谢谢 Eric。No problem。
OK， 我把我 video 关掉。好 ，OK， 你可以开始了。对，你要 share 你的 screen。嗯，对，我刚被踢出去了。好的，看一下有没有开始在录制，有没有在录制？在的，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听我们 Two Future Jelly Business Computing 下周 Excel 考试的公开课，大家叫我郑就好了，老师就可以免掉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call structure， 相信这个材料是我之前专门针对你们考试写的，相信我们万部长已经发给你们了。首先这门课呢，一共有三个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呢，大概占三分之一。我们今天针对的就是 Excel 这35%的部分，然后这 Excel 相信大家在之前或多或少都有接触过，所以并不难。但是大家需要注意的是，后面的 Access 的35%是非常难的，因为对于我来说，在我学校上课接触 Access 之前，我是自己从来都没有用过的，所以就是一个完全新的知识。然后在后面的一个30%的 Business Report 也非常的复杂，大家需要写的内容很多，要查资料，所以说呢 Excel 的这35%我觉得是大家首先要拿到手也比较容易拿到手的一个部分。然后同时在开始之前我也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大家肯定之前或多或少都接触过 Excel， 但是由于每个人的熟练程度是不一样的，我只能从最基本的开始讲。那么如果你已经会了，那么恭喜你，你是领先一步了，那就当做复习加深一下印象。但是如果你刚巧不会，那么你认真听我讲完之后，你可以问问题，或者你在讲的过程中你可以在那个聊天框或者在视频里举手问问题都是可以的。然后那这样我就不废话了，我们这节课呢就是教大家怎么过 Excel 这个考试。因为是开卷，所以大家用我这个材料就可以做参考，然后我就会用 revision 你们老师给到的两道题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材料是如何能够帮助到大家。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这是你们的 revision question one， 这是一种其中的一种考试形式，就是会是比较容易的一种，就是老师告诉你这个 steps 每一步是怎么样做，然后你照着在这个 Excel 当中把它做出来，然后最后对比这个图看，哎，这个是不是一样的。然后但是 revision 2呢就是会相对难一些，他给你一个像 revision 2的题目是原先是这样子的，他给你一个原始的数据告诉你你要做到这个样，你要做到跟老师一样，然后这个就是你要自己去想到底都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步骤，需要算哪一些东西。然后这样子的话我们两个题我先一个一个给大家讲，就是针对这种题的解答方式我们都会讲到的，大家不要慌。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道题，这个第一部分 getting started， 这个就是这背景介绍让你们打开 revision， 然后已经打开了，然后 save the file as first last name revision， 就是让你们重新命名一下这个文档，就因为你们到时候要交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把自己的名字写清楚，然后不然的话他打分的话万一给到别人，你爸把你的分给到别人怎么办。然后首先在第一部分 documentation 这种地方你要写上你的 author， 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就写上郑嘛，然后好，这就是老师在改卷的时候就看到这是我。然后好，下面正式开始这个 project 了。首先他说 Michael owns a franchise of electronic store， 这就是一个背景介绍，所以我们就直接 go to sales summary 这一部分。然后好，第一步 copy the contents of range 6A6 to A11 and paste them into range， 这个 range 我们看一下 A6 到 A11， 我们 copy 呢就是右击然后点 copy， 然后在下面找到 A15， 然后再右击 paste。 我们一般去选，我一般建议大家选这个第二个 paste values， 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把它一些 link 的东西给弄过来，尤其是像这种 title 你就直接把 paste value 就好了。然后所以你看这样现在看就是这里的每一行的 title 变到了这里的每一行 title 就是一致的。然后在 cell B11
然后他说 create a formula using the sum function to total and value the range B6 to B10. 这里呢，你看我把这个 sum 这里标红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到 sum 这种的，你就可以到我这里头去找，这不在第一页啊，就是在这里有一个 auto sum。你先，这里我有给大家标步骤，第一步选中你需要 sum 的单元格，然后还好我们选中 B6 到 B10。然后点这里右上角这个 auto sum， 因为我现在把这个 Excel 只占到一半的屏幕，所以它这个都会变小一点。但是如果是你们考试的话，是会跟我截图上是一样的。然后我选 sum， 好，这个数就出来了。然后下一步呢，就是我们需要看一下我们这个选中单元格对不对。就是如果不对呢，我们就需要把它进行一些修改。比如说我要 sum 的并不是 B6 到 B10， 那我就是 B9， 那我就在这儿把它改掉，改成 B9， 这个数就相应的变了。然后我们再把它改回来。然后大家在改完 formula 之后，一定要记得点回车。如果你用鼠标点到别的地方，你可能就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点到别的地方，哎，然后它可能就会变。比如说你这本来是一个是 A1 加 A2， 然后你这笔选完了之后，你把一点到另外一个地方，它就会 link 到其他的地方去。好的，那我们这一列我们就 sum 完了。然后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这个 auto sum 这里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首先呢， sum 就是求和，这个是我们刚刚已经用过的。然后 average 求平均值，然后 count numbers 我们就是数一下我们选中的那些格子里，那些单元格里头都有多少个值。然后再就是 maximum 是找最大值， minimum 找最小值。然后这个我们在后面的题目当中也会用的。然后这里如果说我们不用 auto sum 的话，我们也可以用 manual 的方式来把这个公式给打进去。比如说，哦对，像这里打星号的这个，就所有的打星号的地方都是在你们的 revision question 里头有出现过，就是明明确确提到的这个 function 的。嗯，当然这五个都提到了。然后比如说我们在 C 列这一点，我们来试一下手工的去打。首先我们点中这个单元格，就是这是我们要求和最后和在的那个单元格，点等号，然后括号，就是说括号的里面就是你要 sum 的这个范围。然后这个冒号在 Excel 当中，冒号的意思就是从哪儿到哪儿，就是 C6 到 C10 这样子。然后但是前面呢我们一定要写上 sum，就是 sum 就是我们求和，然后这两个其实就是跟 auto sum 的结果公式，大家看一下是一样的。然后后面他说用 fill handle copy the formula in B11 into the range C11 to F11， 就是这个 fill handle 就是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小格格，然后我们点到这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加号，我们就把它拖过来就好了。然后大家看到这里。F11 这里它虽然也有公式，但是因为前面没有值，所以这里是空到的。然后我觉得你们老师在这里落了一步，他应该在这里还有一个求和，所以你们在考试时候也要注意，他如果在步骤当中落了，你们一定要就是看到 total 一定要想到要求和。然后这里我们也是用 auto sum， 你看你可以直接点的话它也可以的，然后也是用这个 fill handle 把它拖下来。好的，那么这现在 F11 这个格，它就是这一部分的求和，就相当于是我们总的 sales。然后第三步 ，create a conditional formatting to highlight in green total sales by items and city if total is greater than 320,000， 就是说我们就是 conditional formatting 这个可以给大家标红了。因为这也是一个功能的一个名字，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就是 formatting 这一类里面，底下往下拖一点，对 conditional formatting， 条件格式，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想要一个东西，我想要一个让 Excel 自己帮我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不是大于多少值或者小于多少值，如果是呢，我们就把它标成不一样的颜色，这样我一眼就可以看得到。首先这里呢，我们就选中这些单元格。首先第一步选中我们要分析的单元格，然后 conditional formatting 在这里，在
就是 home 这个 tab， 然后放 alignment number， 然后在 styles 这里 conditional formatting， 然后我们点下来，然后这里 highlight sales rules， 这个是大家我觉得大家最容易会用到的，就是你把它给 highlight 起来。然后像这个情况来说，要求你是如果大于320000，你要把它标成绿色，那你就选这个 greater than， 就是大于，或者你如果有其他的情况，你可以选 less than 或者 between， 就可以给一个值，或者 equal to， 或者说 text contents， 但这里我们就先用一下 greater than。但首先在这里左边这一个地方，左边这一个格是告诉我是我们的条件。比如说我这里就要写上320000，然后这里我们要选颜色，现在它默认就是红色的，但是底下有，你看这是黄色的，然后有 green， 我们现在是要 green， 然后但其他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要黑色的字，但是我要红色的背景，然后或者红色的字，或者你也可以自己建，还有一种是红色边框，但是这个边框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在这里选 green fill with dark green text， 就是这个是你们老师要求的。好，然后我们下第这一步就做完了。对，就是我觉得这一个 conditional formatting 可能是大家并不太熟悉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多花一点心思去看一下这个东西要怎么用。我们再来试一下，比如说它文字也是可以分析的。比如说我选择这些文字，然后 conditional formatting highlight sales rules， 然后 text that contains， 如果说我选这个，它就会选我，如果我选一个 S， 那么大家都有 S， 我选一个 cell， 如果我选 cell， 我说就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文字当中包含了 cell 这一个词或者这一个字母，如果是只是 E 也是可以的，只是 E，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分析出来，就如果考试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道理都是相通的，大家可以回去就也都试一下。然后第四步 copy the contents of cell F5 to cell F14， 然后看一下 F5 to F14， 就这个 total， 好，我们把它 copy 下来。然后它 Ctrl+C Ctrl+V， 刚刚我用的是并没有右击，或者右并没有右击选 copy，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然后现在说在 cell E15 create a formula multiple 就是乘 the value in cell E6， 在 E6 就是这里，我把这标红一下 E6 by the value in cell E14。所以就是说，我们写一个相乘的function， 就是我们首先选出这个格，点等号，然后等于我们先等于E6乘以E14，但是现在这里我们会可以看到，他说这里这一句话就很重要 ，relative reference to cell E6 和 absolute reference to cell E14 in the formula。为什么要它要强调这样子呢？因为如果说我们这样往下拉，这样我们用 fill handle 的话，就会发现它变了，它跟着我们的 function 跟着我们的单元格就全部都跑了，所以这样是不行的，因为我们是要相当于我们这个格先是算什么？我们要先算 sales tax， 我们要算交了多少税。那税率是6%，对于这个地方来说它是不会变的。那如果说我们像这个单元格是对的，用 sales 乘以 tax rate 得到的我们交的税，然后那这个单元格就没有道理了，就是我们用这个 sales 乘以上一个交的税，用 laptop 的 sales 乘以 TV 交的税，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 tax rate 给锁定，这个锁定呢就是 absolute reference， 这个也在我这里有讲到，然后是在这个位置 formula references。 首先 relevant cell reference 是比如说就我们没有这个 dollar 符号的，像这种这两个现在全部都是 relevant relative sales reference，
如果我要把它锁定呢，我就要把它在前面打到 dollar for， 就是点 shift， 然后 shift 按4就有出来这个。现在我们看这样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还是用 fill handle 把它拖下来。你看，现在就是它就没有变了。对不起，弄反。对，我们是要把 E14 给到了下。这样子大家看一下它的效果，最后的结果就是 E14 没有变，对吧？但是我们的 Sales 是我们根据我们现在在用的单元格相对的往下移了一格，因为我们的单元格相比原先的那一个往下移了，它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这些所有的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 E14 是没有变的，我们 Tax Rate 是不变的，对吧？然后大家看一下，就是我在这里也有演示，就是截图上面像绿色的这个就是 Absolute Sales Reference， 就这个绿色的，像我不管怎么拖，这个带全到了符号的都不变。然后像红色的是 Relative Sales Reference， 我拖到哪它就变到哪。然后 Mixed Reference 就是我想要哪一个不变我就哪一个不变。那比如说像蓝色呢，那就是我的 Column 不变，我永远引用的是 C 列的，但是我的行变了，我的行从 C10 变到了 C11， 这里也是 C10 变到了 C11。 同样的，我如果可以让行不变，那我就是在行前面这个数字前面打上到了符号，就是紫色的这一部分，我这里就是过来，然后14是没有变的，但是我的列从 CA 变到了 D， 就是因为这样我就是锁到了符号在哪，锁定的就是什么。所以这个题大家要看清楚，如果是 relative reference to cell， 就是像这种，如果说你是乘的这个数，一个就是比如说 A 乘以 B， 那 A 可以是1234567，但是你希望 B 永远都是一，那你就把 B 给它锁定住，就是用 dollar for 把它给锁定住。这个大家要想一下，这个大家在做题的时候，尤其是这个题还好，他会告诉你，如果是尤其是这种的话，你一定要去想清楚，到底是你谁乘以谁，谁不要变。然后下一步是 copy the formula you created in cell E15 to the range E16 to E19。好，这个我们刚刚已经做过了，就是我们把这个 fill handle 把它拉下来，这样好的不变，然后用 fill handle copy formula in cell B20 to range C20 to E20。 这个呢也是偷到这里，它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功能，但是偷到这里一定是求和，所以我们再一次用手打来写方程。首先我们先写等号 sum， 然后括号就是然后你选上开始的地方，一直拖到结束的地方，然后再打右括号，这样子。这就是这一个求和，然后我们把它按照它的要求，我们拖到后面去 ，C20 到 E20， 好，就这一道题，那我们就做完了，跟前一个表格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下面第七个题 ，Michael wants to open a new store in a different city, and he wants to estimate what its expense would be。然后他就是想让你再进行在这些基础上再进行一些分析。哦，不好意思，等一下，他这里老师你们也是漏了一个步骤，这个列的这个 total 他又没有写，然后我们看到 total 还是要把它写上的，我们也是 sum 把这个行给选中，然后把拖下来。好的，这样我们所有求和都有了，然后我们才进行下一步。然后 in cell A22 change the tax to average tax rate for all cities， 然后选 A22， 然后这里怎么改呢？我们就双击把就可以点进去 average tax rate for all cities， 照着打进去，对吧？然后在 in cell D22 create a formula using average function to identify the average tax rate for all cities based on the range B14 to E14。这里首先我们找到这个格 D22 是在这里，然后用 formula average
就 average 也是跟 sum 一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这里选这个 average， 但它这里它会自动加到这个，自动加一个它往上的所有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就把它改成这样的 B14 到 E14， 然后这样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我们也可以这样，或者我们也可以等于 average， 然后 E14 到 E14。其实是一样的，看你更习惯了哪种方式，我两种都告诉你，这样你自己可以选一个。然后 Michael would like to know which products result in he collecting the highest and lowest amount of sales tax。 然后他就是这里让你分析最大最小值了， highest and lowest。 然后他说 in cell A23 enter the text highlight tax amount collected across products。 然后我们双击，然后写打上 highest tax collected across products， 然后这里 without including， 这里括号里面 without including a period at the end of the phrase， 这个就是说你后面就不用写一个区间，所以这个 without 里面你就不用理它。然后在 cell D23 这里是 D23。Create a formula using max function to identify the highest amount of sales tax collected based on the range F15 to F19. 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要从这个他们这里 F15 到 F19， 就是这个这一些对于每一种产品来说，他们在每一个城市交的总的税额。你看，这里是墨尔本交的税，悉尼交的税，阿德莱德交的税，布里斯班交的税。那它总的这个产品在全国销售交的税的总额就是这个数。那我现在需要知道是哪一个产品交的税最高，那我就选 highest 就等于 max 嘛，然后选 max， 然后好，我们选中我们需要的这个，然后对过了。那我们就是这个，我们你看，我们可以自己在输完function之后，我们再检查一下。你看在这个里头很容易看出来，其实就是这个26934这个是最高的。然后相应的下一个题是 in cell D24 create a formula using minimum function， 这个 minimum function， 对，这里也是我给大家有写 minimum 括号第一个格到最后一个格。那我们这里是等于等号 minimum 括号第一个格到最后一个格，然后这里也是我们就是一眼能看出来这个8000多的是最少的。然后好，这说明我们的function没有问题。然后好，但这里也就结束了。然后下一个题 ，Michael is interested in knowing how much revenue he generated from these popular items in total after deducting tax。就是他想知道他税后的利润到底有多少。他说 final revenue after deducting tax， 他说就是在 in cell D25 create a formula that subtracts 就是减 the value in cell F20 from the value in cell F1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F20 是什么。 F20 是我交的总的税的额，你看它是在每一个城市交的税的金额的总和，就是我在全国范围内交的所有的税数额。然后这个 F11 这是我的整个的 revenue， 所以说这里就等于 F11 减 F22 这就是我的税后利润。但是你来大家看一下他这句话是怎么写的，他说 the value in cells F20 from the value in cell F11， 所以就是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 F11 把 F20 从 F11 当中刨出去。所以他虽然 F20 在前面，但我们减的时候是 F20 是减掉的，所以在后面的减号后的。然后第13题 in keeping the best practice Michael wants to round his final revenue the nearest dollar。这句话有两个重点，第一个 round
是四舍五入，然后 to the nearest dollar，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求整数。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 function 这里，我这里有写一个 round，然后把这个公式给大家标成蓝色的，因为这个是 round 这个 function 呢，是能用到的唯一一个你必须要手打的，然后你就打上等于 round，然后首先第一部分呢，它有一个逗号，逗号就是这是一个公式两个部分，就不是从哪到哪的关系，跟冒号不一样。round 就是首先它这里有，你看这里有一个是一个 number。这是我们想要四舍五入的值，然后这里是要你选的小数位，比如说我们要求总数，那就是零位。那好，那这样子大家看到我们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整数值，就是我们 nearest dollar。然后 create a chart that shows sales by items and city. Resize the chart to fit in the same page with the data. 这里首先，这里其实这一个题是分成两步的。首先你要做一个图，然后你再要把这个图给大小调整一下，而且你要让它在一个页面里面。首先我们看一下 sales by item and city。首先我们把 sales item 这里选中，我们选中的东西都有什么呢？行的 title、列的 title，还有我们的数值的范围。然后这个部分在我的 notes 里头的哪里呢？是在最后了。你看，这里我们先选到 insert，就是从这个顶上从 home 改到 insert，然后选中所包含所数据的所有单元格和行列的名字，就是这样子去选。然后我们点 recommended chart，因为就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可能。你们要做的图在推荐图表里头已经有了，那么你像这个题的就比较巧，它就是有的。然后我们就直接点 OK，然后我们放在这儿，按照你们老师的样子，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然后大家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我手选中在这个 chart 上面，就是这一部分，这是我们的数据。然后这个行这里是，你看这行这里它变到了这个。图例，Melbourne 就是蓝色代表 Melbourne，橙色代表悉尼，灰色是阿德莱德，然后黄色是布里斯班。然后，但是如果我也可以这样子，我可以换一下，然后这样子我就换下来了。就是 Melbourne 对于 Melbourne 来说，它的 TV 是蓝色的，laptop 是橙色，就这样。但是我们现在换回去，所以你看，大家就是，所以一定要选的时候，不能光选到数据，一定要把行列选上，因为它这样会相应的变成你的图表上的这个是分组，然后还有这个是你的图例。好的，我们点到边上，然后看一下我们这后面的就有一些步骤，就是对这些它进行一些调整。然后，但是你们老师这个图上它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成功的把它完成了。然后下一个部分呢，就是 resize the chart so it fits on the same page with the data。那我们首先要看到，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 page 是有多大，是不是？那我们就要点到 view，然后 page break preview。这样，你看我们这里有个虚线，代表这是一个页的分格。那我们就把这里选中，然后 page layout with，然后把强迫它变成一页，这样也可以，或者说还有一种，像你们老师，如果是希望你们通过调整图片的大小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图片可以这样在这里拉大一点，或者说它就出去了，或者拉小一点，这样它也可以在一页里头。关于调整这个呢，我们是在前面这里有讲到 print options，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不调整 print option 的话，就是不设置 print area 的话，它有可能像这一个文档是比较好的，但是它也有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一个文档，它有可能会就是说你整一页，假如它原先是这样子的，那你看到你就会有两三页都是空白的，那你就选中你要打的这一些，然后 print area set print area，那你打的时候。然后你选发，我们看一下它打印成什么样子。打印就只有这一些内容，别的地方，就算别的地方，假如说，就算我在这打一个 AA，
就是随便打。但 print 的时候是并不会包含的，因为它不在你的打印区域里头。像我这个名字也被放到了外面。好的，那我们这个图就做完了。然后这个 resize the chart so it fits the same page with layout 这个步骤也完成了。那我们再回来，然后说 name the range B14 to E14 tax rate， 这里呢，我们是这 name 其实是 Excel 的，也是一个功能，虽然它没有那么明显，它在这里 name cells 就是你可以给这些单元格取名字，比如说我们要首先要从这里选到 formulas。然后选中所需要包含的单元格，比如说我们就选到这样子，然后 define name， 然后它自己默认会给你写一个名字，但是很多时候是比较没有意义的。然后那我们就按照你们老师要求写上 tax rate。那现在你看你在这选中的是在这里选中这四个单元格，你在左上角这里这个名字就自动变成了 tax rate。但是像如果是之前的话，这里就是一个只是一个。range 只是一个 range， 就或者你说这样子，对吧？但是现在你这里就是你选中这四个，它就是一个 tax rate。这里有什么好处呢？就比如说我们像这里这一个题，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一个 average tax rate for all cities。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选的是 B14 to E14， 那如果我们命名了之后，我就可以直接选成 tax rate， 因为。我只要选到 tax rate， 它就自动默认它就会连接到 B14 to E14， 这样也是，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选。好的，这个做完了，然后最后一步，倒数第二步 ，cell A3， 所以 A3， OK， 就是他说这个 A3 就是说相当于你给自己的一个 note， 就是我这个表是没有完成的，那既然我现在完成了，那我们就把它。改成 complete， 然后最后一个步骤呢，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表弄得跟你们老师这个长得一样。你看，首先我们要看都有什么不同，还有这个标的花花绿绿的这个就我先把它变回黑色的，然后好，你们自己做完了之后应该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里也是粗体就不要了。就是你们自己做完了之后应该是这样子的，然后首先这里 title， 这里每一个表的头呢，它是 sales by items and city， 它你看它是跟我们不一样，它是就是相当于横跨了从 A 到 F 这个列，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在合并单元格，在这里你看我在这里有写的Merge cells， 合并单元格，就是，但是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它只会保留最左上角的一个格的内容。就比如说，如果我把这里放在，这个刚好在左上角，那我就直接 merge 在这儿，看一下啊 ，merge and center， 好，它就是合并了，它就也像你们老师的那个答案一样的，从 A 到 F， 然后居中，然后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不同，然后它是粗的。我们也把它搞成粗的，然后颜色，这里我也给大家标，像这种蓝色的呢，就是说我们的有字体、字号和颜色，就是这里是字体，然后还有这里加粗、倾斜、下划线，然后字号，然后颜色，这个是背景颜色，这个是字体颜色。如果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红的，然后把背景改成黄的，这太丑了，然后把它改回来，然后。啊，那你们老师的颜色是另外一种，是大概是这个颜色。好的，然后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格就是比较相似的了。那我们再来看同样的呢，还有这个第13行这一个，也是重复之前的步骤，我们把它合并，然后选这个颜色，然后加粗，好，这里是一样的了。然后还有这些，你看它这些格子都有一些。都有一些边框，我们就没有，那我们就选边框，然后这里这个就是边框了，然后我们选 more borders，
这都选上。但是注意到的一点是，它这里它左上角 A5 这个格，它有一条斜线，这个是怎么样的呢？它也是像刚刚这样 more borders， 但是它我只选了这一个格，然后在这右下角就有一个打一个从左上角到右下角的一个线，这样它就过来了。然后它就是相当于这个斜线的意思，就是说斜线左下方 products 是列的一个名，它就是我的产品。右上角是针对于这个行，就是说我都有哪一些 city， 相当于是告诉大家我们的行是什么，列是什么，然后相应的在这里也是一样的。然后再选回来这个格，然后把它选到这个斜线。好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边框是一样的，那我们再看还有什么。这里也有，这里也要设边框啊。然后我们注意到这里多了一个，对不对？那我们就把它 delete。然后他会问你说你的 cells， 你的 shift cell left up， 或者是 entire row 或者 entire column。这个我在这里有讲到 insert 或 delete cells rows and columns， 就是首先我们要选中我们要插入或删除的列 column 行或者单元格。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要针对这个单元格来做调整，那么就右键右击一下，然后点上 insert 或者 delete。 我 insert 就是插入的话，就是如果我选 shift cells down， 那它就下来了，然后或者我也选可以选 delete。 delete 呢，它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现在这个只是它自己啊，比如说是这样子，但我要删除的是这一列，那我可以选中它，然后右击 delete， 然后 shift cells up， 那我就相当于它是把其他的格往上移，然后那我点 OK， 好，你看下面这个格上来了，然后或者我再点 delete， 然后 shift cells left， 就是把它边上的左右边那个格移过来补位，然后哎，我把它删掉，右边那个格也过来了，这边就空出来了，然后 delete 我可以把这边标成这个颜色。delete， 我可以 delete entire row。 好，你看我们整一个行就没有了。这样子就其实我们就有四种方式来删除。那或者说比如说我在选中这一个列，我也可以，但是插入的时候这个我就不用选，它是会自己默认在左边插入。那如果行呢也是，它是会自己默认在上方插入。我们现在回到刚刚的一个地方，现在我们把这个多余的格给删掉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不同。它有格，它们快有框，我们没有。我们选上框。Final revenue deciding taxes。好的，这样你看大家我们就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它就是这里这个是粗体的，这里就是加粗。这也是一样的，也是加粗。好的，但大家看一下，现在对比一下两边，你们老师要求的结果和我现在做的这个结果就是一样的了。那我们就假如说我们这是考试，那我们就做完了，我就一定要点 save 保存，一定要点，或者我们在这里点 file， 然后 save 保存。大家看到这里这个是不一样高的，这个我可以再把它拉的高一点。好，你看这样现在基本上长得是一样的，它就是从你们老师的图的 range 是从这里开始，然后大概到这里结束。好，保存。但是说我们还有一点点小细节我们刚刚没有看到，就是说它这里全部就是在 sales text 这些还有这些内容格里头，它全部都是两位数了，就是两位小数，但是我们这里有三位有四位的。那我们怎么样去选呢？我们把这些单元格选中，然后右键 format sales， 让我们选 number。 好的，这样子你看大家就是一样的，就是两位小数。
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它弄得更好一点，更好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选成，我们不要把它选成 numbers，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钱啊，我们可以把它选成金钱，我们可以把那个 dollar 符号给加上，然后就这样子，这样其实更有意义。但是我们主要是要看到你们老师是怎样做的，如像他这一次他没有加 dollar 符号，但是如果下一次他加了的话，大家也要知道再怎么样去加。这个呢是在。我在也是在这里，data format、data type 这里有写，就是比较常用的呢有 number，number number 就是说我们没有这个千分位，然后也没有这个 dollar 符号，然后 currency 就是刚刚给你大家选到的这个 format cells 这里 currency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可以选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可以选这个。这样子，然后或者说，如果说有日期的话，那比如说今天是三，今天是，比如说我这里输了一个日期啊，我们看一下 format 对它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是 date，它可以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它就是它的位置会相应的相对要变一下，就是或者说他们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有一些格会有乱码，那它有可能它就是会是日期，你可以把它选到日期试一下。然后我们这里的步骤呢，就是也是我们先要选中需要调整单元格，然后右击，然后 format cells，然后点对话框里需要的格式，然后点 OK，就是我们的步骤。如果你们在需要调整格式的时候，按照我这个步骤做，就可以调整到你们需要的一个样子。我们先把再调回去，跟你们老师变成一样的。OK，那好，那这个题我觉得我们就做完了。那大家对于这个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这个怎么保留几位小数？你看，就是如果说我在这儿选了 for myself。如果它是 number 的话，我这里可以选，如果我选这么多位，它也是可以的。好的，明白了吗？好，我再把我先把我先把它变回去，等我一下，可以选到零位，可以选到两位。OK，我们正常来说一般都是两位，然后6%的公式是吧？我先，不好意思，6%的公式，我先把这个找回我们的 rather formula reference 这边，然后这边我给大家把这个公式展示出来。大家更容易，这样更容易能看出来它公式是怎么样变化的。这个，等一下，同学，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步骤啊。6%的公式，首先我们 E14 是什么？E14 是这个格。然后我们所以就看到，如果我们是要针对百分，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针对6%来算的话，我们就把6%所在的这个格全部给锁住。E14 的 E 前面有 dollar for 选锁住它的 column。然后14前面有个 dollar for 所做它的 row 行，所以就这个行和列是不会变的。然后 E6 就是说我们要算的这个 sales 的，就是我们要算的这个 sales 的 revenue，相当于我们要被乘的基数。所以我们就这样再拉下来的时候，它从就是。我们之前只输了一个公式，E14 到 E6，然后我们往下拉，它就是 E14 并没有变，但是 E7、E8、E9、E10 就是相应的随着我们的相对位置往下拖。它
嘿，你明白了吗？嗯，然后这也是小数位的问题。你看这个 for my sales，像之前的话，之前为什么我是8%呢？不，朋友你真棒，我真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今天为什么是8%呢？因为我之前是如果我是把 decimal place 选到零的话，那我就只会有8%。但是如果我可以把它，我也是在这里改小数位，7.5%，也是右击。For myself 这样子去改，我想要几位就要几位，或者说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在这个 numbers，我直接选中这个格，在这个 numbers 底下一点也可以了，然后去进行调整。Vicky，你明白了吗？好的，那这样子这个题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做下一个题了。这是你们的 revision two。最后小数位还没改。哦，对的，这里。对，大家看一下这个数为什么变了，是因为我把这个格的数给抹掉了。我把它变回来先。一样的，小数位这里都是一样的 number，然后该几位就几位。但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 round 的这里，如果我用这个 format 来改的话，它就是会把它整个给改掉。我之前说让它是零位，但是现在它就自己又变回去是两位了，然后我还要把它改回来，真的是一个格，我要把它改回来。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for myself 是优先于 round 的。所以大家如果一定碰到 round 的这种问题的话，一定要注意在改这个小数位的时候，不要把 round 也改了，好吗？一心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来看 revision two。这种就是你们的另外一种考法，它就是给你一个结果，给你一个起始点，让你从这里从你这个一堆不太明确的数这里变到你的他们一个有图有表的一个情况。首先我们看一下，对，第一个我们会注意到是什么？就是第一。这里这个表头，首先我们这也是 merge，然后它颜色是黄色的，选成黄色。那你看我们是靠下，它是靠上的，这是为什么呢？这也是我们 format 里头的一种。然后这里你看这个 format 这里这一块这个格，第一行呢，它是相当于是你在纵向来说是靠上、靠中还是靠下。然后它这里显然是靠中的，然后下面这一行呢是靠左、靠中还是靠右？它也是靠中的，所以就是居中和居中，上下居中、左右居中。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加粗，然后这一行也是加粗，这一行加粗。然后好了，我们现在格式给调差不多了。你看大家看到现在这里就是它有加到。从这里一个普通的 number 变成了一个有 dollar 符号的一个，我们先 format sales，等一下，不好意思点错了，format sales，然后选 currency，然后选成澳元，然后两位小数，好的，然后这里看到我们看到了 total 是什么意思？total 就是求和，我们就选这里 auto sum。好，现在这样就直接可以求和求下来，然后用 fill handle 选了做好一个之后，用 fill handle 把它拖下来就好了。然后这个格是零，是因为我们这现在是空白，这边现在是空白的。然后我们现在在做纵向这一个 total，
也是 AutoSum 求和，好的，然后也是用 Fill Handle 把拖过来。是说，如果说你看这里是井井井井，就说明它没有显示全，我们就把这一列选中，然后选到这个右边边这里出现了一个竖杠在左箭头和右箭头，我们双击，然后它就是会自动调整一下它的宽度，把这个数值刚刚好把它显示出来。但是你们看，现在我现在是多做了一点，你们老师这个答案上 total 这里是没有的，我们把这个用右击 delete。然后把它删掉，好，现在，然后这里又加了一页，不对 ，sorry， 又加了一列 rounded， 这个大家看一下 rounded， 它的结果跟左边这一列有什么关系呢？它就是求了一个整数值，等于先拿等号 round， 然后这边 number 就选我们要四舍五入的值，然后选 number digits， 选零位。然后这里也是拖下来。这里为什么会有两个零零呢？这也是因为刚刚我在 format cells 的时候，我把这里选了有两位小数，我把它点掉，这样就是一样的了。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些20% right， 它这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它的销售增加20%会怎么样？我们这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等于这个格直接打上一个20%，不对，等于打上一个一加20%，然后把它拖过来，这样是就是这个一加20%是不固定不会变的。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我在这里。先加一列，就是给大家演示，就是这里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画个圈儿？这个格里头有一个，大家看我圈出来的这个部分，这里有一个20%，你们老师在这放一个20%，看起跟其他东西都没有关系，它是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也在这个位置打一个20%，然后就是这个20% rise， 我可以引用到这个20%这个数的，就是我就等于，然后 total 到这里，然后乘括号一加上这个一加上20%，然后。你看它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一加20%这个格和一加20%这个数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但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我先把它拖过来之后，它到这里因为它相对 B15往右移动了四个格，所以它引用的这个值也从 H2 移到了 K2， 这是我们不希望发生的，这就是我们像之前说的那个跟6%一样的，我们这里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遍，就是把这个20%给锁住。你看，这样前面行前面和列前面都有一个 dollar 符号，然后我们把它给拖过来。这样我们大家看到这个是 H2 的引用是永远都不变的，但是我们的 sales 值是相对变化的，所以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所以如果你们也在你们的考题当中看到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百分数在一个莫名其妙的位置，那个大概就是你们老师希望你们用引用的方式，而不是说这种一加20%这种的方式来进行计算。那好的，那我们现在把我们这种不太想要的方式给删掉，我们选中这些格，然后选中这些不要的格，右键 delete， 然后这里是Shift Sales Up， 就是我们把下面一行往上移一下，然后好就过来了。然后我们再把这一行，你看，但现在就从一加20%变成了一加 H2， 然后再把这一行给删掉，删掉就直接删掉就好了。然后像下面的 Average， 我们看一下，我们 Average 它这个没有明确的讲 Average 是什么，所以有可能我们要试。我们先打上 average， 然后我们先试一下是不是这个真的是20%的呀？啊，不是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这里的自身的头头。好的，那就是这个。所以像这种情况，他只告诉你一个 average， 只告诉 maximum minimum， 就只告诉你要干什么，但是没有特别明确你要针对什么去分析的话，大家就可能就要试一下。这个就是会有点烦，所以大家要留一点时间去想一下。然后，但是我们试出了 average 之后，我觉得大概率来说 maximum 肯定也是根据针对相同的东西，因为 maximum， 然后选中我们要。好，大家看这也是一样的，然后 minimum 也是。好，回车，好，这样，好，我们这样的数就算完了。然后大家看看，就是这一个图现在就算是完成了，对吧？然后下面一个图，我们看一下这个9934.54，它是红色，它为什么是红色的呢？我这个是因为它是用了 conditional formatting， 它选中了最小值，或者说它选中了小于十千的，我觉得更有可能是小于十千的。好，大家看，就是这里是小于十千，就是它把这个标给标红了，这现在也是一样的，但是。假如说我把这里改成，我把这一行写上一个8000，也是，哦，sorry，less than 十千，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 function 它当中有两个小于十千，它会把两个都标出来，你有几个它会标几个，就看就是你选中的区域里头有几个它就会标几个。那这个例子当中只有9900这一个是小于十千的。所以他就只标了这一个，所以说这种情况有可能也是说他标了一个最小值，但是这个就大家就要去分析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然后我们如果这个不要的话，我们就 clear rules，clear rule from select cells，就是我们把这一个的规则给它清除掉。好，它现在就是空白的，那我们现在这一边。左边这个表格这里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看，它还差了一个图，然后我们也是要选中我们的数据行和列，然后 insert recommended charts，这一部分呢，这一次我们就比较不幸运了，就是在 recommended charts 里，它是个柱状图，但我们想要的是一个饼图，那么再来看一下我们的笔记上面是怎么写的。就是如果推荐图表当中没有你需要的图，那你就选这右边这里这个 All Charts，这里第五步这里选 All Charts，然后看这里饼图就是 Pie Charts，然后我选到了饼图。请看大家是左边你可以选不同的类型，线图、饼图，然后 Bar Charts 是这样子的，然后 Area 就是这样，你就相当于一个累加的一个关系。Histogram 就是连起来的柱状图。然后 pie chart，然后我们这里需要的是 pie chart，然后在这 pie chart 当中，我们又可以选不同的类型，这是一个平面的饼图，或者我们要好看一点，我们选 3D 饼图，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拿出来一部分，但是我们现在我们要参考跟老师做的一样嘛，你看你们老师就是一个 3D 饼图，这个很相似了，我们就选 OK，然后看一下你们老师有 title 有。图例，我们也有 title 的图例。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怎么办？如果你做出来一个图是这样的，然后你发现老师有 title，如果这种情况怎么办？你选中这个图，然后右上角这个加号，点 chart title，好，它就出来了。然后你像它也有，它有这个数，它有标这个百分比，然后就我们也是在这选 data label，然后。data label，然后这里可以选这个是在哪个位置。你看，它可以这样，然后也可以这样 center。Range more options 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说暂时先不需要这个，我们先把这个 title 选好，然后 expenses equal to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你们老师居然还有个框，然后我们在这里顶上右上角这里 design， 然后 format design 是我们的这个饼的样子 format， 然后我们发现哎这里有一个框，我们就可以选一个框，你们老师是红色的框，这里没有红色的，那我们就选这里，这里呢就是我给你放大一点，这里是 shape fill， 就是我要整个是要什么颜色的，然后这里是我可以选 window fill 没有，然后 shape line 然后红色的，然后可以选还可以在这里 outline 这里选线的粗细，也粗一点，然后这里我可以选字体的颜色，选 home 字体的颜色黑色，好，这样我们 title 首先哦对不好意思还要加粗title， 找这里不一样了，然后我们再选回这个图看我们还有什么不一样，它是百分比，然后它是长那样，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design 这里这一个 chart styles，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里我们有写到 design， 然后 chart style 我们这里往下一点，然后就都有不一样的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形式，或者这里 quick layout， 好，这样我们现在可以把它选这样子，然后把它拖下来，然后把它拖上去也是可以的，就是我们在里头的这些格只要我们能选中我们都可以拖，然后这样子，这样大家看哎就基本上是一样了，但是它的圆一点，那我再把它拖回来，把它拖小一点，哦对，这里它又变回去了，我们再把它变回来。黑色 ，format 框，然后选一个粗一点的线。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里 lowest expense， 它这里居然还加了一个这个，我们就还是也是在 format 里头，我们看，在这里这个位置 format 选到这个 format， 然后第五步。这里 insert shapes， 这里我们选一个文本框，然后把在这儿要多大拉多大，然后拉了之后你就可以选了，然后就是 the lowest， 然后这里也是它也要装一个框，那就是我们就来给它装一个框好了，然后再加上一个箭头，也是在左上角这个 insert shapes 这里加一个箭头，然后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大致上是一样的了，但是我们看颜色不一样，颜色不一样，我们就可以选不一样的颜色，在这里 design 这里选 color，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不会是一个主要的失分点，因为像每一个 Excel 的版本不同的话，它都做出来的会相应的颜色也会有一些不同。这个好一点。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呢，我们可以在这边再看一下这些 color。你 chart options， 然后这里就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区域，你可以选，就比如说 chart title， 是专门管 title 的，然后你可以选 vertical， 那就是 vertical， 然后 horizontal， 这个是不太那么相关的。好的，就是这里大家就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我们做到这样子基本上已经可以拿到全部的分了，然后我把它再放过来跟你们这放成是一样的。好，现在就是横着，对，它也是横着，我也是横着，然后它有点
胖一点，就我们也胖一点。然后他你看他下面还有一些文字，他说 "format a sheet for printing to fit in one page"，这里就是我们又回到我们打印的这一个部分。先在这里选 view，然后 page break preview，这就会到我们这一个里面去。然后我们先选中我们要打印的区域，然后 page layout，选中了我们去设置 print 区域。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是，就是像这种横向比较宽的图呢，我们就要尽量把这个纸选成 landscape，就是横向的，这样我们的位置就会，你看我们刚刚是纵向的话，我们这个纸的分界线，这个虚线是在这里，在 H 和 I 之间，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横的话，那纸的分界线就变到这边，说明它变宽了一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图搞小一点。或者，然后就如果实在是你觉得把这个图太小了，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就把这个在这个 scale to face 这里把它选成一页宽度，这横向一页，然后纵向一页。然后这样，如果我们再点打印预览，它就是在一页当中了。下面看一下你们老师下面还有一个要求，把你的名字和 student number in the footer 在 footer 当中表现出，就要加上。然后这里我也有写了 footer，在 page layout 这个 tab 我们已经在这儿了。然后 page tab 这边这个小箭头，然后点一下，然后这会出现一个对话框，然后 head of footer。然后我们看 footer 这里啊，我们有两种方式去加。如果我们需要它预设好的，那么就底下选，就第一页、第二页，第一页、第二页。然后选了之后，你看在这里底下就有一个，我们刚刚加了之后，在这个底下就有一个 page 一 of 一。然后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然后我们把它改回那。然后我们要自己填什么，我们就选 custom footer。然后我们在 center 这里，比如说我先上，假如我的 ID 号是12345678，然后点 OK。你看它这里就有一个预览，然后点 OK，然后再打印，再看一下打印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我们的一页纸，然后我的名字就在中间这个位置。或者，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在边上也是可以的。这三个框就是对相对对应的是你想要放的位置，你可以放左边、中间还是右边，这个都可以，只要你在 footer 里头按照老师的要求放了你的名字和 student number 就可以了。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第二题也就做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吗？颜色不一样是没有什么事情的，就是主要的是关注的，因为它 Excel 它是会自己设定一些颜色，但是因为我这一个版本比较新，所以我的版本选不到你们那个颜色。但是如果说你们老师跟你们是同样的版本，就是很大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不一样，你们老师应该也那样子，如果去扣你们颜色来扣分的话，就很没有意义。因为这个对你们是不是理解 Excel 并没有帮助。这个颜色，饼状图中的百分比数据怎么添加？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百分比啊，design。我看能把这个拉大，不能拉大一点。然后在这个百分比数据添加 design 底下，然后我们可以选不一样。你可以虽然这边左上角那些大家看不到，但是我换一下它。换一下它的 style，鼠标悬停在上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相应的不同的东西。然后，这都是不同的样式。然后或者说，如果你要 insert chart element，这样也可以。如果我选 none 就没有了。然后 center，
然后 More Data Label Options， 然后这里选。我看一下，我刚刚看到了 percentage。这里啊，这里你看，我们选，首先我们在 Format Data Labels 这里选 Label Option， 然后 Series Quarter One Data Labels， 然后这里选 per， 就现在是 Value， 所以它就是一个金额，我们选 Percentage， 把 Value 点掉，这样我们就是 Percentage。明白了吗？其实最容易的还是就是从这上面直接选。张倩倩，你明白了吗？我再给你看一遍。好的，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针对这个第二 revision two 和 revision one 的这两个题，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对，我们一定要点 save， 一定要点 save， 不点 save 的话，可能就对。哦，对，还要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改名字。Save 就是在 File 这里 Save As， 然后这里可以改名字，改成像你们第一个题老师要求的，说是你们改成你们的 First Name Last Name， 然后 Relation， 然后点 Save， 它这里名字就自动就变了。OK， 好的，然后 Save。那这样子看的话，我们用 Business Computing， 我发给大家的这一个资料，有 Print Options， 然后 Footer， 我们现在知道怎么在哪加 Footer， 然后 Function 的话，我们大概是主要会用到 Summary、Average、Maximum 和 Mean， 就是求和、平均值、最大最小值，然后我们可以用 Auto Sum 这个 Function 来去选，然后或者我们可以手动的输，但是对于 Round 来说，我们一定要是手动来输，先选。逗号前面是我们的数值，逗号后面是我们的百分比。然后 formula reference 这里就是我们需要考虑，像6%和20%的那个题，就是我们要考虑我们到底哪一个数是不变的，哪一个数是要相对变化的。不变的那个数要在行列前面都加上百分号，像这个 C 八，百分号就是不是，dollar 符号 C 八。然后这就是 formatting， 我们可以在 formatting 这里选我们想要的数字的格式，选想要我们想要的小数位，然后点 OK 就可以。然后我们有，就在我们 home 这里有我们最基本的一些功能，就是我们的字体字号，然后颜色，我们的居中，然后靠上靠下靠左，然后还有我们的合并。但是合并单元格，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它只会保留最左上角的一个格。所以如果你合并的时候，你要保留的内容在中间，你要先把它拖到左上角再进行合并。然后最后，这里是，插入或者删除格列或者行，这里都是我们就是照着这个步骤来做，我们要先选中，然后点右键 insert 或者 delete， 然后进行相应的去进行选择，
然后 conditional formatting 这个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一点，就比如说像 revision 一里头我们是大于多少多少，然后 revision 二里头是小于多少多少，这个我们就选相应选的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在 home 里头点 conditional formatting， 然后再矩形型的选择，然后选了之后弹出的小框里头，左边的格我们填条件，右边的格我们选颜色，然后它就会相应的进行一些分析，然后最后给你一个不一样的颜色。然后 name cells 就是我们比如说像一些格我们就直接管它叫 tax rate， 我们以后就直接引用它的时候就引用 tax rate 就好了。像或者这里我们引用的是 quarter， 那我们就选中它的格，在 formula 这个 tab 里头选 define name， 然后最后写上在 name 这个地方输上我们需要的名字，就点 OK。它就会以后你再输，比如说在别的格输等于 quarter one， 它就会自己等过来。然后 charts 这里我们是选 insert， 然后选 recommended charts， 然后它就是，哦对，你先要选中你的数据内容和你的行列，然后选 recommended charts， 最后它如果 recommended charts 里头没有，你再选 all charts 里头进行选择。你可以选不同的图表类型，然后还有每一个类型底下不同的样子，然后最后在右上角然后点 OK， 然后在你这个点到 charts 最后，在右上角你可以选择添加不同的元素，就是比如说你的要 title 啊，或者要 data label， 比如说刚刚那个百分比，然后 legend 就是你的这个图例，你都可以去选要不要。然后 chart detail adjustment 就是，首先我们在讲 chart 的图表的样式的时候，我们选的是 design，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选不一样的样子，你看都是类似，但是有很多不同的细节。然后就对于我们要添加一些框啊，或者一些这样的，我们就选 format， 然后我们就是 title 该加框加框，该加，然后文本框的话是在左边 insert shapes， 然后我们加上放到相应的位置，然后就修改文本框里的内容，然后再加一个箭头指到相应的位置，然后这样我们就图表的细节也都调节完了。好的，那这样子的话，我相信大家用这一个参考的文件，你们去过考试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我现在就停止共享屏幕。大家如果有我会再限一多一会儿时间，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问我。好的，那大家祝考大家考试顺利啊！